这一首《隐形的翅膀》，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这首歌的原唱张韶涵，也算是娱乐圈里典型的励志明星。在事业大红大紫的时候，曾因心脏病停止工作，沸沸扬扬的舆论压力、亲人的无理控诉，让他的人生跌入谷底。但是2018年，当蛰伏十年之久的张韶涵再次回归歌手舞台的时候，他还是一开口就让人惊艳不已。唯一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琥珀色月牙。今天的两位主角跟张韶涵一样，都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，他们曾经被医学结论划定了死亡期限，在人生最为灰暗的日子里，是歌声陪伴他们走过阴霾，并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生活的崩塌。医生说他活不过20岁，他却用高亢而略带沧桑的歌声向命运宣战。巡演全国30场演唱会，杨学峰，一个渐冻症患者，更是一位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歌者。今天我想说，我的人生不在于长短，而在于精彩。